我打这个人的时候，我这来了，打了，还有吗？我是二层老友。二是从这儿二边红砖楼跑上来的。我打起来了，我打起来了。怎么？我把那绷带你去帮一下。我给你个包。来喽。不用不用。看到了，跑了，好打，把枪再打我，二楼。 右边，一楼还有一个，在右边，打，最后一个二楼，打头，谁说？我知道，我掠食者，这车有一个。 到我都去秒你！你终于来喽！挂逼！哎，有人！又是七六幺双面刀！他妈恶心！我操他妈的！这里，快点把衣锅拍死！快点！死俩队友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把就干你！这把是那别管他的名字，把枪过去，看，打了。 他这儿有脚步，我的老六属性没你那么溜。稳健跟老六不是一个属性。哇，痛！右边。哎，这声音有 bug 吗？点都有脚步。这人在干嘛？这把 mini， 这 mini 吗？你看一下，有助攻。蓝圈 skeleton， 好了。 来了，打了一枪，王马路跑了，一的七普，一的人，不知道的。二楼出去出车了，我哎，老子在他死前爆了，爆完了而已，因为老子他妈很气，他是挂，你他妈是从早炸死了，你都没爆，我他妈跪你脸上，你都不爆，让我我脸上，心里说。 我没对药了，打不了了。等一下，先别，你打倒的是我脸上的是吧？对。打在外面吗？在他脸上。就是他。这不就一个啊？应该就一个。 瞬间爆杀！我的妈！死了！！That fucking movie， 往里呢！拐角打他了！你给我三宝贝！你他妈你的骚杯啊！我操！你打那个妈左边！ 什么意思啊他？我操！他好像是个挂。我得举报他，哥们儿。